高亮成和元英一起拍摄了短片，而当时的他原本想邀请元英一起进行舞蹈挑战，但却因为看到本人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害他害羞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今日 NMIX 和 IVE 又在妈妈相遇啦。当宣布 IVE 得奖时，少年瞬间起立，并将目光锁定在了元英，眼里的爱完全透过镜头传递给所有人啦。而最后两人也一起站上了合作舞台，希望未来能够看到他们培养出一段好感情吧。